个我是伊帕，那也是绿营社群的共同发起人之一。那今天由我担任主持人。今天的黑客松叫做公民科学黑客松哦。那这个主图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花很多力气把这个图弄出来，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图是为了要跟这个中研院的这个公民科学研讨会致敬。那这个主图一开始是其实是距离论的图，然后后来演变成那个1993年有一本书是这个就是知识科学史有关的书，然后到中研院这个科学知识权利与公民科学的时候，他们把剑和那个旁边那个权杖变成是手机，那到 GDP 版本的时候呢，剑就变成了一个串烧剑，充满了食物，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电脑，然后要做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那公民科学到公民科技，那这是一个转变。那这个主图是阿平画的，我们给他拍拍手。他在2天内把它画出来。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呼应了这个中研院这个公民科学的研讨会。那我们也有特别邀请到科学史的学者芬拉迪老师哦，他会跟我们分享 open source, open science and the crowd 哦，就是从开源开放科学到群众这个短讲。我们短讲好，短讲今天已经满了，短讲都是在下午2点半开始哦，然后每个人8分钟。那这一期已经满了，那以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管什么主题哦，不是提案的，你是要分享经验的话，可以到这个提案区可以去登记，那就是下次喽。好，那黑客松哦，黑客松大家知道就是人坑松组合。那 GDV 每2个月会办一次大型的黑客松哦，这次大概会有130人吧，那就是满满一整天的大平台。因为所有人很多专案坑主聚在一起的时间，大概就是这么多人的机会，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哦，所以是一整天的大平台。那刚刚小班有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流程好，坑主提案。现在看到好像中间还有一些洞，如果今天有要提案的人好，可以去提案区登记。还有吗？今天这边有要提案的举手。提案的人都迟到了吗？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一下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讲关键字哦，每一个人参与的人就是都不是旁观者，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我介绍。然后就是等一下就有早午餐，然后中午就食物下午茶，然后就坑。好，下午5点的时候就成果报告，那中间就有一个2点半的这个短讲哦，所以到处都是前面有坑洞。那今天这个入口网站 hack.gme 就是最重要的入口网站，大家就是所有事情都从这边进来。那刚刚小班有介绍提案流程在这边，好，现在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你有兴趣的坑，好，你没有提案，但是你可以去看别人有什么样的提案，可以去参考，然后等一下就去找到这个坑主，好，就准备票。然后今天早上在吃东西的过程呢，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有找到属于你的坑了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就是跟有带备章，等一下会有这个备章的坑主哦，然后去询问他们还有什么需求。好，所以有真人的坑主也请务必比较明确的去说你要什么样子的人哦，你要法律的，你要 coder, 你要 TXT 就是文字背景，文字专业哦。或是你是要 UIUX 好，那你写的越明确好，越容易找到人。那我们有做一大堆贴纸喽，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很多都缺了。好，如果有贴纸符合你的专业的话，请到外面去贴，那可以贴在身上，贴在电脑上，贴在脸上都可以，就让别人可以比较容易的认识你。好，那如何提案？好，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提案只有3分钟嘛，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定义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好，提出问题，然后你要怎么做，好，然后你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忙。那最后就是成果授权，大家最好还是简单说一下，因为你的成果如果是开放的话，越容易吸引更多人来加入你的这个专案，因为你的成果会开放出来，那更多人可以继续运用哦。
那比较过去我们已经办了20几次，这次是23次。过去看起来比较失败的提案法就是，哎，你们可不可以做这个？哦，有没有人要做这个？那通常这种问题是不会得到解答的，不会有人搭话的。那换一个说法，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要一起来啊？就是我先挖一个坑，而且我自己跳下去，那有没有人要跟着我跳？哦，所以这是一个很主动、很 DIY、很手动的一个社群。或是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怎么做？我提出一个方案，那我们来试做看看好不好？3分钟提案组队 hack， 五分钟，发表进度，发表成果。好，第一次就上手的那个，现在已经有人穿背心了哈。那还有没有人愿意当大使？那个来前面领背心啊。然后下午呢1:30会有这位。MG， 他也会穿着这个，还有拿着小旗子。我们会有一个专案一条龙导游团。那你如果经过了早上吃早餐、吃中餐，你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坑，你可以考虑来参加这个导游团。每一个专案都会去介绍一下。那如果他到你的专案你是坑主的话，也麻烦你就是停下来跟大家，我们现在的进度到什么？我们还缺什么？那就是1:30会在这个食物区集合。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从上一次开始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坑的话，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坑主辨识装置，就是坑主辨识装置，这是用秀的哦。好，那你就带在身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一群查理布朗州要找一只皮卡丘的话，你们找得到吗？找不到，对不对？可是如果给他一个臂章，你马上就可以找到坑主咯。好，那还有那个坑，就是坑的名字在这边，好，你们自己拿这个，然后去认领坑。好，所以呢，黑客松是一个开放的场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持一个 safe space。 那在 Hack Folder 每一次都会列上这个 Code of Conduct， 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在参与这个过程中都共同维护一个没有歧视然后开放平等的一个环境哦。那也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下去。那室内不要拿饮料食物，饮料加盖可以。那这个食物组大大特别吩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类做好，这一定维持很多次了，所以请大家所有的都叠起来，然后如果自己可以带餐具，今天如果没有带没有关系，下次来的话请大家自己带餐具。那如果想要捐钱给办大松的这个团队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松全部都是靠大家的捐款来维持，这些披萨都是捐款来的，所以可以到 ocf.tw/donate。 好，现在可以连一下，我可以等3秒钟。好，那今天的大松要谢谢这些入坑人哦，入坑人大赏那个阿平老师主厨创作中 po 塞小草和 Joanna， 然后报道门神皮皮，还有录音手 Paul， 然后小班哦，然后等一下我们 MG。那今天就请大家 Happy Hacking。 那这个警神回家的时候请还回来，因为我们慢慢慢慢都在流失这些东西。好，警神 OK。 那开场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提案咯。